6月26日晚，王子文更新微博晒被蚊子咬的大疙瘩，并写道：“居然这一个个的是要造反还是咋地？”照片中，王子文纤细的小腿上被蚊子咬的又大又红的包。网友看到照片后，纷纷留言调侃道：“你不是说你叫自己是毒蚊子，所以是你自己咬的吗？你就是蚊子王呀！你管管他们。”自家人咬的不怕不怕了。此前王子文曾在微博上抛出自己双脚撑墙的高难度倒立瑜伽照，并配文自嘲：“是时候控控脑子里进的水了。”照片中王子文低着头，双臂撑地，双脚靠在墙上，大秀好身材。网友纷纷留言：“没关系，脑子里进水我也喜欢你，厉害了，王子文的身材和颜值我是服气的。”前不久王子文独自一人推行李现身机场玩夏衣失踪秀美腿。日前王子文曾现身机场，一路跟粉丝有说有笑，被路人认出，王子文开心毕业，被带裤改装变短裤秀美腿。